们对吧？哦，我知道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歌名叫做《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》。打错，打错吗？我知道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。好，这第二组。某年某月某天，答错吧？某年某月某一天。等一下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路线，不是这个路线。看两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想依靠，想微笑，想拥抱，仍然是你。哎哎哎，好，卡住。哇，有卡顿哦。对吧？哦，我知道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歌名叫做《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》。打错，打错吗？我知道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。好，这第二组。某年某月某天，答错吧？某年某月某一天。等一下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路线，不是这个路线。Zen， 不是，哎，他们还可以答不行吧？剩你们了。不不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对。某一天应该是要往新的方向去想吧，2024吧。哇，那太新了吧，太新了，而且是那个萧秉治帮他写的吧。第二轮分合啊呀，对啦，最新的哇，新歌新歌啦，新歌新歌新歌，又过了分分合合，来来唱起来，唱起来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又过了分分合合，变成最适合的人，谁相信了，我相信了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割，距离只是让人承认想念的痛彻，爱得太真，爱得太深，终于这次我们拥有资格不再分。跟爸爸每天在一起，结果忘了他这一首，是不是新的歌？哦，他们最近最新的是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跳是吗？对对对，歌舞舞曲，对，嗨，希望他们七月份的演唱会成功，小巨蛋，小巨蛋，小巨蛋，好，好，果果蚊子他们已经听牌喽，加油，加油，好好加油，哇，艾莎。醒了吗？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艾莎，你本来睡着啊？没有啊，他看起来很像在睡，他这样跑着还会睡着啊？哎，艾莎这样走什么？好像那个坐月子中心的。对，那样啦，小妈妈的卸货回来了，对，这边听牌喽，大家好，加油。